咱咱的床脚吼，因无人啊，啊，这一寡床脚的物件吼，恁爱传承下来，传承下来，吼，恁爱，人工就是恁爱去做这个工课。所以讲，我到今吼，一直记掉一句话，吼，一直记掉一句话，到今拢未记好名字。啊，这种物件吼，从做这人教练那边，这种基础无啥物，但是我，这几个我就是。从中开始，我就对地震、地震、地震什么，台中吼，台中是非常、非常、非常大。啊，理化之馆，桌顶吼，桌顶里面那个桌顶啊，三万三的金额不起，真累。啊，因为桌顶上起头，有名的就是化学的部分。我边讲，我的闺女介绍的，就是化学部，这人是谁？他到过化石馆，他到是化石陈列室。啊，到尾有一个庄展清庄老师，哦，庄展清庄老师，结果我应该知道，这是我国小的老师。他在老师吼，他在老师，你讲囡仔像咧讲讲啥货啊？咧做土产的，我就是叫迄、那个，我真无伊的奖品。迄庄老师吼，伊到尾去佐证农会，哦，去佐证。啊，我国小的老师吼，迄阵我是会交化石馆有足深的迄、那、落、個。这个钢琴是啥？化石馆的地基，就是庄老师哦，带阮对迄个光荣国小下底有一个铁狗啊，